下雨喽！哟吼，帮我看看，真的下雨喽！你们看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而且小朋友，哇，下雨好舒服哦，终于下雨！哎，但是下完雨后，天上有小白云送的礼物哎，是吗？帮我看一下哦。哎，真的是彩虹哎！请问彩虹有几个颜色啊？七个颜色，对啊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哎，紫，好漂亮啊！哎，但是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终于下雨了，所以要来做什么？玩泥巴喽！耶，太好了，可以玩泥巴了，跟我，那。